说，因为咱的车辆吼，时时都在经过吼，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安全哦，尽量到我们的一个管制线以内哦。麻烦你们，这是我们淡水何以轩，淡水何以轩。要叫刘兰淡水平安师，我们只是代表县上清香恭迎蓬莱二主莅临淡水平安师，祈求蓬莱二主呢护佑淡水平安师的如下众弟子，大家的除了平安喜乐之外，大家都能够同沐神恩，会当不止一片素喜无灾，大吉大利，不止一雄。也、我们的教班会好朋友，大家辛苦了哈、也谢谢你们，谢谢。为期2天昨天的夜巡，今。